青蛙流鲁班大师是什么？一种重做后的鲁班大师全程跳远，控制多的让对手嗷嗷叫的玩法。只有多强这赛季用了新版鲁班大师没有输过。大家好，我是群里的校外。新赛季很多粉丝都在问我什么英雄好上分，版本改动太多了，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也是玩了两天，发现改版后的鲁班大师也太强了，不出意外的话，鲁班大师的胜率会冲到全英雄胜率排行榜前三。其实也不能说鲁班大师加强了，只能说操作变简单了。以前这英雄上手难度太高，低端局没人会玩，高端局非慢必选。会玩改版前的鲁班大师的人会觉得是削弱了，英雄上限变低了。但是对于我们这种萌新来说，操作难度降低无疑是加强。进入游戏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一技能已经面目全非了，不能推兵，不能推英雄了，变成了一个位移技能，类似程咬金。但这个位移技能有击飞有伤害，这个改动有利也有弊。坏处是你不能帮队友控线让对面清不了兵，也不能改变兵线的位置强行推塔。好处就是开团更简单了，一技能直接跳人堆开大就完事了，不像之前你还要走过去扛着伤害一根一根的拉。然后这个一技能搭配你的强化普攻还有大招，伤害很高，容易拿到头。一个英雄一旦有了位移技能就很容易秀起来，不依赖闪现了。二技能的话没多大改变，给队友绳子让他传送过来嘛，加自身移速给队友和自己加护盾，以前怎么玩现在就怎么玩。不过现在你二技能牵队友，用一技能跳远，可以把队友拉得更远了，也算是增强。四级后赶到下路，狄仁杰交完二技能，一技能闪现开大，一气呵成直接秒掉。现在这个大招基本没有难度，从一根一根线去扔变成同时在一个扇形区域扔六根线，即使第一次玩你也很难出现大招放空的情况，并且这版本我们还能一技能闪现超远距离进场。不过呢，现在大招不能秒拉，开完大招一秒后对手才能被你拉过来，这也是我前面讲过的操作上限变低了。以前不是可以闪现瞬间拉一个吗？现在不存在了。新手朋友不必在意这个上限的问题，旧版鲁班大师操作很复杂的，我见过不会玩的全程都在逛街，大招都是打空气。而现在你就算第一次玩去打排位赛，你这个大招也不会空放，操作难度相当于亚瑟的大招。这边大招上路给婉儿一个链子，顺便给自己加移速，婉儿传送过来开大进场，我们一技能进场配合婉儿伤害一发强化普攻，帮助队友拿到助攻，大招先捏手里。这边还有个曹操赵云入场，不要慌，他开大招我们大招，拉一手往另一个方向走救一下婉儿，之后一技能跳回塔下，再给婉儿链子加护盾，赵云好气啊。这里狄仁杰火舞两个 C 位站位集中，一技能闪现加入大招拉两个，狄仁杰二技能解了一手，太乙开大救火舞，然后我们就保护婉儿贴身狄仁杰。这边一技能再次击飞狄仁杰打残，好家伙直接被队友卖掉，我真是个老实人。这边野区爆发团战，婉儿飞了个寂寞，太乙交大，这时候我们一技能跳狄仁杰位置骗他二技能，你看果然很年轻。这时候拉扯一下回手掏直接开大拉回来强化普攻送他回家。然后赛季初嘛，队友水平参差不齐，就像这一波我意图很明显，一技能跳太乙拉回来是为了让婉儿橘右京把赵云给秒掉，让太乙大招够不到，好家伙太乙不走过去他们就是不打最后一下，活活让太乙放了大招橘右京再补一刀，然后给橘右京链子他也不回来，就是要干。这边梭塔等大招 CD， 孙尚香刚好赶到，项羽开大清兵，我们一技能击飞赵云，他大招切孙尚香，我们给香香链子加护盾，之后带走赵云，大招太乙往回走拉过来帮助孙尚香完成收割。来到下路火舞月塔，一技能击飞他闪现跑路，我们西瓜走位躲开扇子，之后等大招 CD 恢复拉过来橘右京帮我拿到助攻。对吧，重做后的鲁班大师对我们这些以前不会玩这个英雄的玩家简直太友好了，全程一技能跳来跳去还有击飞，想切个 C 位跳脸上开大就完事了。这边赵云想抢龙被我们控的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走，之后进赵云野区火舞蹲草被我发现，那一技能直接穿墙击飞，普攻一下接大招，婉儿入场刚好拉回来疯狂普攻，一技能越塔帮助婉儿完成收割。跟大家说赛季初上分别急着抢 C 位了，鲁班大师才是你最好的选择，开团能力强控制多，而且改版后玩起来很有意思，个人感觉比钟馗娱乐性更高了。来到中路给橘右京链子，等赵云跳大我们一技能普攻送他回家，之后顺势大招太乙拉回来完成收割。鲁班大师伤害不低的，你把一技能伤害强化普攻伤害，二技能链子伤害大招伤害结合起来可以直接打残 C 位。中路爆发团战，我们给队友链子加入护盾开大控两个拉回来加入一技能普攻送太乙回家，继续追击狄仁杰火舞给橘右京链子闪现一技能跳火舞直接秒掉，还有个狄仁杰普攻帮助队友完成收割。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习惯把商店放在左边还是右边？放在左边是理性的人，放在右边是感性的人。
听说点赞的朋友今天打排位赛会10连胜哦。我的原因是十宿命、五狩猎、五条河、十虚空。装备基因、抵抗之靴、极寒风暴、魔女斗篷、不祥征兆、霸者重装。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期再见。